这队可以解双成就，全神跟双队长不同。看到啥时？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太晚呢，因为这关卡蛮简单的。老实说，这个被打吗？伤害怎么那么低？靠背。哎，还有一个熊头没消到，可恶！怎么那么烂啊？是我组错了吗？没组错啊，奇怪，到底是差在哪？有，没转好吗？啥意思？为什么？是打不过，嗨，为什么？是我转珠太烂了吗？还是怎么了？我是觉得这个盾牌有够难看的、啊。哦，没敲到。属性消太少是不是？哎呀，没办法。哎，这个盾牌真的是超 G 八哎，超难看得懂的。应该不会死，我还有那个。AT 立场啊，果然是这样。好，开这个，这个应该好一点。好，OK， 接下来排到爽了，各位。哎呦，那地形真的太难看了啦！啊、不然就是你就出个骷髅头就好了，干嘛搞四个不一样的？那、啊、骷髅头还是好看多了。这个太薄了，硬要出四个，然后没出好。啊、不然出第二关这一种嘛，你撸过一次，他就可以直接记住了。你们懂的意思吗？这样就不会重置的。那你做那么难看也没关系，就撸过去就好了。七康。这边直接手转好了，我们可以撸过去，先撸好，然后再转个七康。我看这也是难看哎、欸，这我看不懂哎、欸。我会转珠，不会看这个版面哎、欸。救我！这版面是怎样？啊，我懂了，你可以用一个逻辑啦，就是你转的时候都不要碰到那个东西，然后最后再去碰它啦，好不好？你就用这逻辑去玩吧。不然没办法，你看最后再碰一碰，好吧？就是你一开始，如果你有带动牌珠，你就不要碰到那个位置，最后再撸。啊，不然你整天要记有没有撸过，真的是蛮麻烦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采用这个逻辑玩一下吧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好像又有人碰到了。看这场眼干盾呢、欸？哎呦，没碰到，有一个在坏。哎、欸，可以叠住哎、欸，叠一下。啊一，啊，有了吧？哎、欸，有一个怎么又？那、这长怎样？我要疯了！什么鬼东西？敢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没有过我等下开技能。他好像有了啊，这个太难了吧？我问题吗？你们都会这个盾牌吗？还是只有我不会？不是吧？真的假的？没这种事情吧？没有，只有我没办法过，没觉得这个盾牌看起来很难看吧？蛮容易的，重复落过去会有影响，就跟骷髅头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哦，我的问题哦，好吧，那我今天训练一下。这队有两个可以解十康盾，第一个是明日香，
变身后有那个固定版面可以转思考。第二个是这个一对翅膀都行，都可以过。单边吃有怎么过的、啊？第四关哦，他只有用一个木珠，没关系，我把它炸掉。好，这样子很舒服的嘛，来关掉。这种盾就是看久了就放弃了，不用放弃啊，有带阅读应该可以排过去吧，还行。阿伯看起来快睡着了。那个被那个盾搞的，你开爆吧！其实我觉得可以变身的。好，哎，变身那个位置一个人变嘞。放，好，就这样吧，可以吧？不是，为什么又有一个？为什么？又怎么了？到底想怎样？这是……啊！我疯了！什么垃圾盾？那、复活！是，我们再开这个好了。那可以吧？好，哎呀，我懂啦。如果说你那个有亮着的话，你就你要移动的那个，你就把那个柱子拉出来就好了。吃军队伍了，感谢小杰。这盾反正有个反对啊，不是说你不能做这种盾，因为之前也出过嘛，那种骷髅头盾啊，你至少做的明显一点啊，出那个超级丑的，有个难，有个难看懂。啊，怎么办？想想看，怎么办？同时两个，还行啊，用牌的，至少不会死。被打就用那个 AT 立场挡一挡啊。每回合回满哎，跟鬼一样。哎、欸，干，是不是快死了？好，水拉。嗯，我们会被打吗？好像不会，他应该又……嗯，回复，好爽啊！赔到过哎、欸，太恶了。那个次次浮石，如我于浮云呐、啊，如我于……啊、算了，反正你们懂我想讲什么。哎、欸，怎么打那么痒完了？消的不够多，出事啊呗。没差，剩一回合就要吃这斧子就没了。斜转，好。不会啊，排一排不会死吧？那动一次扣500吧，还是多少？排一次扣2000呢、啊？哎、欸、喂哎哎哎，神还原官方直播，嘿嘿嘿，没有开玩笑，对不起。这三小酷欸，好猛哦。真的会更新，这关卡阅读 MVP 真的排到过。没开玩笑开玩笑，解锁爆发全开，他准备挂了。欸，我们开一个翅膀好吗？舒服舒服，好，这应该就够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会烧靠背啊！会烧没事，排好就行了。哎、欸，带阅读真的好轻松哦，轻松100倍，排到爽，爽啊！英格力轻松过，我知道不是 bug 啦。啊，可是官方直播的时候说会更新是 bug 啊，可能他们原本有这个 bug， 在官方直播的时候，但他们同时也更新了，所以这两件事情应该是。同时并存的，可是官方的词战是刚好更新。嗯，阅读去哪边拿 ？OMAX 可以选，不然就是大卡词，可以自己捞捞看，捞到就运气好，捞不到正常。